他有一些奇怪。他有一些奇怪。他的身上有猫腻。他的身上有猫腻。我们与奇思合作紧密。我们与奇思合作紧密。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。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。我们有兴趣听取你的意见。我们有兴趣听取你的意见。汤姆是露西的男朋友。汤姆是露西的男朋友。周围的社区非常幽静。周围的社区非常幽静。我不知道这张表怎么填。我不知道这张表怎么填。我很爱我的妻子。我很爱我的妻子。你的答复我接受不了。你的答复我接受不了。安静一些，行不行？安静一些，行不行？我才不在乎呢。我才不在乎呢。我有一个女儿在上小学。我有一个女儿在上小学。咱们别浪费时间了。咱们别浪费时间了。我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。我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。我不敢对我的老板说。我不敢对我的老板说。你想在哪里见面？你想在哪里见面？我有事要告诉你。我有事要告诉你。我开始发胖了。我开始发胖了。我们都赞同这项计划。我们都赞同这项计划。队员们都进场了。队员们都进场了。今天早上有我的信吗？今天早上有我的信吗？我决定什么都不改变。我决定什么都不改变。照我说的去做。照我说的去做。我觉得。
我觉得。我喜欢你的领带。我喜欢你的领带。我欠你的人情了。我欠你的人情了。我每天都这么无聊。我每天都这么无聊。来一首歌如何？来一首歌如何？我的手被烧伤了。我的手被烧伤了。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。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。太难了，我弄不懂。太难了，我弄不懂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他很有人缘。他很有人缘。一起吃晚饭怎么样？一起吃晚饭怎么样？用这个方法试一试。用这个方法试一试。听起来还不错。听起来还不错。为什么要拉着一张脸？为什么要拉着一张脸？别再拿我开玩笑了。别再拿我开玩笑了。太不可思议了。太不可思议了。那纯属骗人。那纯属骗人。是的，我有兴趣。是的，我有兴趣。请问您是哪位？请问您是哪位？我以为我认识你的。我以为我认识你的。我可以打断你吗？我可以打断你吗？我们的海鲜很可口。我们的海鲜很可口。有什么事要申报吗？有什么事要申报吗？我可以再见到你吗？我可以再见到你吗？不许破坏规则。不许破坏规则。
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。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。我们不要太草率了。我们不要太草率了。你已经赢得了我的心。你已经赢得了我的心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他不喜欢吹牛。他不喜欢吹牛。他这样说话太无理了。他这样说话太无理了。他是个心术不正的人。他是个心术不正的人。他在教堂之前。他在教堂之前。珍妮特真迷人呀。珍妮特真迷人呀。请把水槽擦干净。请把水槽擦干净。东京的物价太贵。东京的物价太贵。下一站是什么？下一站是什么？怎么没再帮他一把？怎么没再帮他一把？你已经变得这么漂亮了。你已经变得这么漂亮了。我想买些药。我想买些药。他在外面，在右侧。他在外面，在右侧。我想要洗衣服。我想要洗衣服。你说的很简单。你说的很简单。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。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。你干嘛老挑我的毛病？你干嘛老挑我的毛病？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？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？我觉得纸都用完了。我觉得纸都用完了。谢谢您丰盛的晚餐。谢谢您丰盛的晚餐。让我们把被子铺开。让我们把被子铺开。我老婆有外遇。
我老婆有外遇。吃第一口是最好的。吃第一口是最好的。你踩着我脚呢？你踩着我脚呢？他们周六开门吗？他们周六开门吗？大家都说你是个骗子。大家都说你是个骗子。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。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。我无法专心工作。我无法专心工作。我想要一个叫醒电话。我想要一个叫醒电话。我这样做太粗心了。我这样做太粗心了。今天老师表扬我了。今天老师表扬我了。请原谅我打断你。请原谅我打断你。我曾在哈佛大学读书。我曾在哈佛大学读书。八月十三日。八月十三日。谢谢你给我回电话。谢谢你给我回电话。你还没有看到什么？你还没有看到什么？闲暇时你会做什么？闲暇时你会做什么？这就是财务部吗？这就是财务部吗？我负责东边的事情。我负责东边的事情。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请你拼出你的名字。请你拼出你的名字。发现后我们会联系您。发现后我们会联系您。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我们去看棒球比赛吧。我们去看棒球比赛吧。你们有游览车吗？你们有游览车吗？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作品。
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作品。会在休斯敦待多久？会在休斯敦待多久？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谎言。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谎言。你按时吃药了吗？你按时吃药了吗？他因酒驾被警察逮捕。他因酒驾被警察逮捕。请问您几位？请问您几位？我要红葡萄酒。我要红葡萄酒。能不能帮我换个台？能不能帮我换个台？让我看看我的日程安排。让我看看我的日程安排。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？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？去中央公园怎么走？去中央公园怎么走？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吧。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吧。我打算一步一步进行。我打算一步一步进行。十分钟怎么也来不及。十分钟怎么也来不及。你想把我轰走吗？你想把我轰走吗？真不愧是你，干得好。真不愧是你，干得好。他比看起来要年轻得多。他比看起来要年轻得多。我肯定是没注意转弯了。我肯定是没注意转弯了。原来你在这里。原来你在这里。你的手摸起来很冷。你的手摸起来很冷。他是你的老朋友吗？他是你的老朋友吗？我喜欢打高尔夫球。我喜欢打高尔夫球。爱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爱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他们永立他为国王。他们永立他为国王。这是你的吗？这是你的吗？
今晚去喝一杯吗？今晚去喝一杯吗？不要为此灰心丧气。不要为此灰心丧气。你想喝杯茶吗？你想喝杯茶吗？又有一只猫来到我家了。又有一只猫来到我家了。他们把过失归咎于他。他们把过失归咎于他。鲍勃一直在爱着陆茜。鲍勃一直在爱着陆茜。他教外国学生汉语。他教外国学生汉语。超市里有一个布告。超市里有一个布告。字母 X 代表未知数。字母 X 代表未知数。游泳池里挤满了人。游泳池里挤满了人。我是你的。我是你的。多么令人惊喜。多么令人惊喜。我一整天都有空。我一整天都有空。你下班打卡了吗？你下班打卡了吗？我喜欢你的衣服。我喜欢你的衣服。我喜欢你的衬衫。我喜欢你的衬衫。我真希望我能飞就好了。我真希望我能飞就好了。麻烦你叫辆出租车吧。麻烦你叫辆出租车吧。是时候起床了。是时候起床了。当然，我能帮什么忙？当然，我能帮什么忙？你看上去很困惑。你看上去很困惑。我想租一辆车。我想租一辆车。这是你的办公室吗？这是你的办公室吗？祝你假期愉快。祝你假期愉快。
我听说今天可能下雨。我听说今天可能下雨。我会和你平起平坐。我会和你平起平坐。他听起来很有趣。他听起来很有趣。让我们亲亲和好吧。让我们亲亲和好吧。请把地板擦干净。请把地板擦干净。那是个什么建筑？那是个什么建筑？你是说我太矮了？你是说我太矮了？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出发？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没有任何感觉了。我没有任何感觉了。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明年我就要退休了。明年我就要退休了。下雨天让我心情不好。下雨天让我心情不好。你有什么留言吗？你有什么留言吗？我的肩膀很僵硬。我的肩膀很僵硬。我很理解你的感受。我很理解你的感受。每个人都可能遇上。每个人都可能遇上。我的护照不见了。我的护照不见了。我在哪里可以买票？我在哪里可以买票？你真的可以坐吗？你真的可以坐吗？没，几乎没睡着。没，几乎没睡着。没有，他是个绝老头。没有，他是个绝老头。我们老板被辞退了。我们老板被辞退了。谢谢你约我出来。谢谢你约我出来。那样说太没礼貌了。那样说太没礼貌了。
我今天一定很幸运。我今天一定很幸运。我们的关系不好。我们的关系不好。我们会给您邮寄一封信。我们会给您邮寄一封信。我们是直呼其名。我们是直呼其名。店面什么时候开张？店面什么时候开张？我只是表示友好。我只是表示友好。这套衣服很合身。这套衣服很合身。我们会给你寄一个包裹。我们会给你寄一个包裹。商店什么时候关门？商店什么时候关门？博物馆几点闭馆？博物馆几点闭馆？多久能准备好？多久能准备好？我们今天要吃苹果派。我们今天要吃苹果派。你不该那样做。你不该那样做。我想用加币结算。我想用加币结算。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？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？别再拐弯抹角了。别再拐弯抹角了。你什么时候方便？你什么时候方便？冷静下来好好想想。冷静下来好好想想。我不想听任何借口。我不想听任何借口。这是你的道歉信。这是你的道歉信。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。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。你不该那么浪费钱。你不该那么浪费钱。你借我的书带来了吗？你借我的书带来了吗？我不能为你破例。我不能为你破例。
我想多看点电视。我想多看点电视。公园里挤满了人。公园里挤满了人。让我们忘掉工作吧。让我们忘掉工作吧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我赛跑得了第一名。我赛跑得了第一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